啊，我这次遇到一群土匪了吗？我要出去喂猫啦，拜拜。好的，别回来了。今天刚出门就遇到了一只小可爱，啥话也不说，上来就直接蹭我。像这么有礼貌的小猫咪，一定要给它安排好吃的才行。我觉得它头上的花纹就像一只小蝴蝶，咱们改名字叫蝴蝶吧，别叫什么电瓶车了。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，只要摸它屁股，它就会把屁股翘得高高的。不仅这样，而且它还踮脚。这只猫怎么这么奇怪？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我就要去喂下一只小猫咪了。下一只小猫咪不会在这里吧？这是个什么呀？这是。是一只可爱的小刺猬。小刺猬晚上好啊。小刺猬一般都有社交恐惧症，他们都是很怕人的，别看他走得很慢，其实他内心已经慌得一批了。又发现了一只小刺猬，这只小刺猬还跑得挺快的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喵喵，就剩这么一点猫粮了，喂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这个小猫怎么吃了一口就跑了？然后我就跟着它到了一个很偏僻的角落，然后就感觉有好多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看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所以这些猫是刚才那只猫的同伙，于是我就赶紧拿出草莓和尖尖的猫条招待它们。这只橘色的白猫好像很有礼貌的样子，但是一只白色的橘猫使出铁头功把它给顶走了。把那只猫赶走之后呢，它就跑过来开始吃我的猫条，然后吃着吃着，我发现我周围的小眼睛越来越多了。主要是没吃的啦，我得赶紧回家了。而且我出门忘了带钥匙，要是回去晚了狗睡着了，就没有人给我开门了。卡卢卡，你哪位？好狗。